今天多好的天儿啊！啊，你就要回去？你真能选个好天儿。那咋整啊？他非要走，那怎么整？还非要走，非要走，你不拉他，他看他往哪走？我还寻今天我刚才学校给你打电话，我都剁馅准备包饺子呢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，要急死他了都。还急死他了。这几天天都一点都不好，这几天天都不好。对、啊，就是我说你等一会有太阳的时候走啊，这大阴天的那棚子都凉飕飕的。他要再等几天，他更急的哈。妈急，他冬天一冬天都急呢，你没人拉他不他急啥呀？就是那鸡别放了，今天天不好啊，到中午还有雨呢。哎呀，看我们家那小鸡儿。他下蛋都在哪儿下？他下蛋有的时候赶到看看，然后他就说能装着就装着。看看看看，这年轻人没工夫打听啥，鼓出这个鼓出那个。你呢？啊？你的主人要回去了，你呢？跟那个熊样，这一清早前后头这个撵呐，我的妈呀！我就刚进屋没屁大一会儿功夫，可能拧开门出去看屋子，这就扒我搁炕沿子扶着扒，扒完了我说你要出去，赶紧跑出来了。你今天还挺冷的，没阳光。还就是没有太阳的事，其实还没有风，没风也冷，嗯，多冷啊今天。包子给拿那肉馅的嘛，你都带呗。肉馅的。啊，对，那个得拿着。嗯、啊，我去拿去。要高着干的，没有地方，有地方塞个冰柜里、嗯。哎呀妈，我塞那干啥呀？这肉有的是。等杨大伟回那干啥去的时候，我再给你带点那个我那做好的肉。那么老多呢。你别拿。俺吃搁山上顶的，山上那个。哎呀，家里先有的都吃完再说，吃完再说，那么老多呢。都不回你老窝去吧？啊，小豆包，你看你那赖不一样。小老样子，你小老样子，你带他不能行吗？啊，行，带着他。嗯。你不带你就扔这儿，你带你就带。那个，这话杨大伟整啊，带那个的时候再整，他俩整啊，我管不了。没事啊，我就跟他回去了。咱家那个虎妞，你让他上啊，那些他就上。那虎妞听话啊，你就让上车可痛快。对，一下就蹦上去了。以前一开车门，他得要先上去。这个不行，坐坐坐，这家伙他妈太淘，上抓下挠的。你回家呀，小豆包，这不是你家呀？啊？你回不回家？他管你回不回家呢？一天早上给俩早上太阳上一扒，就搁这瞅我。你回家还有这舒服啊？人家是不是？是不是豆包？我一问，我说你想出去、啊？你想在屋里就在屋里，这就赶紧就走着上那儿，走走回头瞅瞅我，走走回头瞅瞅我。完了，我看我下地了，赶紧跑外地门那去等着去、嗯。他想出去就是好，不在屋里拉尿就好。嗯。一杨大伟住屋也不知道他奶奶今天回去，我都不知道。那个干啥？他啥时候回去？那个不拿，等他啥时候回去啥时候拿。我今天过上他妈这屋来，咱妈告诉我今天他要回家，就今天都回去了。杨凤今天。你昨天的。啊，那天都说怎么也得过了三八，你这一说他就惦记上了都。那既然过三八，你得有好天呢，这天外面就阴冷阴冷的。冷倒不冷啊，冷不冷。把这个东西都装上吧，装上你回家吃啊。你中午就跟咱妈俩腾那啥就行了。我这那个什么了，那个蛋也干凉了。那包的豆包，豆包和那个菜包。那个。不用带干的了，车顶上一车全干的。这晚上一宿没睡觉，多行。干啥呀？我说那个你，我晚上睡觉之前，他天天看电视，看十点多。我说你睡觉之前和一丁丁点面，我说早上起来反正你也睡不着，
起来蒸一点干的给他妈带的。也不，那天我不告诉你，我都冻冰柜里了，冻这么多，你还得带多带着。拿着吧。还是搞个绳子。那我去拿绳去。我去拿绳去。我要跑了，可快了，要绑上哪去？哎，累死他开不开？啊？不用，不用系。对，不用系啊。这累死他都开不开。你哪还能开呀？你老实。那你一跑起来，他都趴那儿了，你以为还捂他呢？那你就在前头看着呗。咋整啊？你不是要带的吗？带。你不说小妞子好看，这个不好看吗？啥玩意儿？小妞子带小妞子？不，妈说小妞子听话，这个不听话，给这个带走了。不管你们，你们愿带你们就带。听话，咱们就过来。豆包，你回家啦？豆包上山了。啊。慢点开。不着急，不着慌呢。一个小时零十分钟到家了。我就先把炉子点着。能不点炉吗？